好，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局这个新颖不公平的一块地啊，这个也是昨天晚上喝了点酒一起打的，对吧？我们在这个超时空铁木位置啊，这个位置呢比较弱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位置呢就是两个超级武器，要钱没钱，要坦克没坦克，要战略众生没战略众生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位置也能玩啊，我们先造一点兵。先造一点兵呢，防守那个伞兵位置，对吧？这个位置比较怕那个伞兵位置啊。你看，伞兵位置一下子直接投到我的悬崖上面，站住我的悬崖，对吧？我们只能呢先造兵防守，赶快出个重攻造坦克。哦哟，他这个兵停在山头上，我也不敢上去。而且他这个兵投下来的还有狙击手，对吧？有狙击手呢，我们赶快把这个动员兵呢调到这边来。反正他下不来，他下来我这里有地堡啊。然后他这个伞兵又投到这边来，又投到这边来，赶快停在这里，我们赶快出雷达造两个辐射兵，哎，用辐射兵防守啊。这一盘我是一大哥，可以用辐射兵先抵挡一货，这个兵呢就不用造了。但是我的辐射兵一出来呢，他有那个狙击手，对吧？你看辐射兵呢可以扛住两下，他一枪点不死，然后裤子一脱一蹲下来烫死他的兵，哎，烫死他的兵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辐射兵呢推一个到悬崖上面去，防止他又投那个伞兵啊。结果那个上面有个房子，那个房子呢被他的伞兵占了。哎，你投到我家，我辐射兵提前蹲下来，然后把坦克派过去先把这个房子打掉，打掉房子以后呢，提前在这个山头上蹲一个辐射，哎，蹲个辐射呢，他那个兵呢就不敢投到那个悬崖上面啊，投到我家呢，我家里到处都是辐射兵，然后他就投到那个上面去的，对吧？投到上面去，我们赶快把这个栅栏打开，打开以后再把辐射兵呢调到上面去，这样呢，这个伞兵呢就整不死我了，对吧？不要舍不得钱啊，一定要多造点辐射。然后那个紫色就打字两个开黑狗，这个紫色的他说我是月亮山，他被两个人整了，对吧？直接受不了投降，他好像被那个红色跟那个粉色两个人整了，然后直接投降以后呢受不了又拔线投降。你看这打游戏两个整你很正常，对吧？你看我基本上天天都被两三个人整。然后这边呢，你看伞兵投到这里啊，他投到我家呢没什么用，他就投到这个前面来的，对吧？前面呢给他站没事的，我们不要去打，你去打没什么意义，反正他上不来，我家门口有地堡啊。然后我就想超时空飞过来打他，超时空飞过来，铁木等一下套，对吧？等他过来再套。结果哎呦，这坦克突然一下散开了，你看估计是被这个兵吸引了一下注意力啊，你看直接散开了，导致我只套了两个坦克。哎呀，这一波呢还打不死他，不过还行啊，打掉他重攻，打掉他高科技，先延缓一下他的发展速度，对吧？我们这个位置呢跟那个伞兵位是四球啊，基本上打这个地图呢都是伞兵位置都是要先打这个超时空位置啊。但是不用怕，我有辐射兵，我们再造个复制中心，出一个等于出了两个，对吧？我家里堆满辐射，看他的兵怎么过来。然后他一看兵呢是打不进来，他就想造海军啊，想出这个导弹船，对吧？但是没有用，我们呢是这个苏军，你造导弹船的话我可以造章鱼啊，哎，在水里面出个船厂造章鱼。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超时空又快好了，对吧？准备再来一波，先把他带走，不带走他，他这个伞兵老是整你。然后这一次呢我就派一个防空车，里面装几个辐射兵，对吧？我直接飞到你家里去，这一次呢就要早一点套铁木啊，防止被他吸引了，直接套上，套上以后呢，然后放辐射，裤子一脱一蹲下来，凡是我是黑坦克不怕烫，然后直接打基地，再一蹲烫死他的狙击手，他的兵过来再一烫，站起来走两步再一烫，直接把他的兵全部烫死，对吧？然后打掉基地，打掉重工，再打掉他的兵营，哎，把他兵营一打，这样呢他就守不住了，他只剩下伞兵了，然后再一蹲把他的辐射兵烫死。结果打到这里呢，我发现这个人呢好像都退完了，你看看卫星好像就剩个小红了，对吧？然后他想冲进来，但是我这里有门口有地堡啊，他那个兵进不来，
我没有辐射兵他都进不来啊，我那个门口这个地堡啊伤害很高，肯定是冲不进来，你看兵死完了对吧。然后我在他家里还有三个坦克，这三个坦克呢不要去打那个房子啊，他那个房子比较厉害，我们只要把他的建筑全部拆完他就死了对吧，他只能投伞兵来防守。我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辐射兵，哎，升了个三星，然后辐射兵一蹲，哎呀，辐射兵被整死了，辐射兵被整死了怎么办呢？这三个坦克打不赢他的兵啊，你看一下子来的这么多兵，直接套铁木，套了铁木先压一活，压了就容易升三星，三星了以后呢可以回血啊，你看上面有三星的大兵，我们直接把一星坦克派过去压，哎，压一下就三星了对吧，三星了以后然后打他的副子中心，但是他这个伞兵啊一直投，我这三个坦克也顶不住啊，顶不住怎么办呢？我们超时攻好了，再装几个辐射兵过来，哎，装几个辐射兵直接飞过来，然后放辐射兵，裤子一脱一蹲，把他的狙击手汤蛇站起来走两步再一蹲，反正我是三星，三星可以回血啊，这个坦克不怕烫，把他的兵整死了以后呢，我们继续打他的建筑，只要把他的建筑一打完他就死了对吧，你看他还是挺顽强的，你不投降，你伞兵又投到我家，我家里有辐射兵啊，不用怕。哎呦，我这辐射兵好像没了，没了以后我们赶快再造几个辐射，哎，他的辐射蹲了对吧，是他的辐射还是我的辐射，好像是我的吧，我重工后面好像还有一个啊，直接把他的兵给烫完，哎，这样你就守不住了呀，你还不投降，你就剩下两个建筑了还不投降，把他这个防空炮打掉再打掉他的矿场，本来我想套铁木啊，套了铁木坦克就可以回来对吧，但是我想了想不用套，他反正就是一个船厂了啊，我只要把他船厂一打他就死了，打他的船厂呢我们就造一个基洛夫就行了，然后超时空把这个坦克飞回来对吧，两个三星，你看最后一波伞兵投到我家，等我们的基洛夫出来把他船厂一炸他就死了，哎，给林波林直接炸掉他的船厂，然后就剩一个小红了，哦哟，这小红发展的比较好啊，这小红呢发展了大半天，他现在非常有钱对吧，这么多坦克，但是不用慌啊，我家里也有坦克，而且我有铁木在手，我还有这个房子，看到没有，这房子里面进了很多兵，相当厉害啊，先把这个淡蓝色带走，带走以后呢辐射兵就不用蹲了对吧，直接把辐射兵停在门口，然后送了一个造了一个基洛夫啊，把这个基洛夫派过来，看那个卫星啊，那个小红呢好像还拖了基地到那个右上角去开发矿区啊，哎，辐射蹲烫他一下把他烫冒烟，然后基洛夫过来，你看他到处都有矿场，他的经济呢非常好，这一盘呢我这个位置不是盟军，我要是盟军的话还能造个间谍去偷一点钱对吧，他现在经济非常好，坦克非常多，但是别看我的坦克少啊，他打不进来，我家里有地堡有房子有辐射还有坦克还有铁木对吧，他也不敢冲，不敢冲呢我就用这个超级武器消耗他，哎，直接把他坦克传到水里面去，然后把这个坦克摆好队形了，哎呦，这个对手开始造微山火箭了，这下不行了呀，他微山火箭一过来就可以破我的地堡，他主要害怕我这个地堡啊，这个地堡里面进了很多兵，这个兵啊都升了三星了，这个等一下万一我这个房子被他打掉了我就守不住对吧，然后我们再造一点小地堡，哎，这个小地堡里面呢再进一点兵，多造一点把这个路口的堵住他就进不来，但是这个微山火箭来的怎么办，微山火箭在打我的房子受不了了，直接套铁木，哎，你看我房子里面全部是三星的动员兵啊，套上铁木先吃他的微山导弹，哎，先把他的微山导弹点掉几个，点掉几个以后赶快回来对吧，铁木消失了赶快回来，然后我的房子呢被他打冒烟了，赶快出一个六人呢抢修一下，抢修一下这个兵呢又可以进去了，哎，抢修一下三天睡不着了对吧，然后把这个兵又进满，他出微山火箭呢我们就造防空啊，但是这样耗下去我感觉不是个事，这样耗下去早晚会被他耗死对吧，因为他很有钱，他现在非常有钱，哎，把他的导弹呢先给他传到水里面去，
我们再造一点这个章鱼啊，因为我感觉这个对手啊，他知道自己坦克打不进来，他就打算用海军来进攻，对吧？我看到他造了四五个船厂啊，他等一下要造很多导弹船来炸我，我们就提前呢造了五个章鱼，造了五个章鱼呢，先防守住他这个海军，对吧？你看他造了五个船厂，疯狂的出这个潜水艇。现在铁木好了，赶快用啊，早用早 CDA， 只能用蜘蛛，用蜘蛛消耗他一下，坦克不能用啊，用蜘蛛消耗一下。然后他造的潜水艇抢占制海权，对吧？我们就用章鱼绑住他的潜水艇。但是呢他比较有钱，等一下到了后面呢，我感觉我这个章鱼早晚会守不住啊。他等一下这个章鱼比较多，潜水艇比较多，抢占了制海权，我这个章鱼守不住，他就可以造一万艘导弹船，我怎么办？我早晚都守不住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看一下场上局面啊，先把他的坦克丢到水里面去，把他的坦克呢先减少一点啊，减少一点呢，我就想呢，富贵险中求，看一下他家啊，你看他家，他虽然发展的比较好，钱比较多，但是我发现这个对手啊，他只有一个基地。他也害怕自己被打的基地啊，他造了一个维修厂，造了一个维修厂，但是你只有一个基地，我这样耗下去，你看他一个基地一个维修厂，四个重工，对吧？这样耗下去我早晚会被他耗死啊，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呢，看看要不要去整一下他的基地，哎，再消耗他一波。你要去打他的基地啊，先要把他的坦克消耗一点，消耗一点呢，我的坦克传出去他就打不进来，对吧？哎，先把他坦克整死一点，整死一点呢，我这个超时空就可以把自己的坦克飞出去了。哎，先把他坦克，你看把他坦克整死了好多，对吧？等下一波超时空啊，等下一波超时空，我们看看要不要飞过去把他基地跟维修厂干掉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害怕他出导弹船啊，我们提前在家里呢造了十个防空车，这里有蜘蛛，对吧？我们用这个小兵，用这个小兵勾引他，勾引他过来把他的蜘蛛整死啊！你看他又造了这么多，这个坦克好多呀，你看我这个坦克还不敢飞，因为我觉得他坦克比较多。然后他开始出导弹船了，我们直接用章鱼过去绑住他，我藏了两三个章鱼藏在水里面啊，你看他有很多潜水艇，对吧？这个章鱼过不去，你看怎么办？这个导弹船越来越多了，等一下我守不住，只能把他丢到岸上来啊。但是他动了一下，你看动了一下不好丢，不好丢的话我们受不了了呀，受不了了，我你看这么多潜水艇，章鱼也不敢绑啊，绑不住它怎么办？只能再消耗它一波，对吧？先把它坦克消耗一点，然后把它的坦克传上来砸死它的坦克，再用铁木呢掏一下，掏一下先吃掉它一点坦克，对吧？然后这个辐射兵不要过来啊，这个地方有蜘蛛，哎，先抵消一点，把它的坦克抵消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冲了，再把这个桥呢给它打断。你看他又造了这么多，他非常有钱。然后我的铁木消失了，打不赢，打不赢了只能回来再用这个辐射兵来烫他。我这里有很多辐射兵啊，哎，辐射兵把他赶走。然后这个对手一看自己抢到了制海权，他就不着急了，他就把桥打断，你看把桥打断不让我出来，然后就等这个导弹船炸我就行了呀。他有钱啊，等一下他造一万艘导弹船怎么办？这个导弹船一旦多起来我还是比较慌的啊。然后我们只能先造防空呢守一守，然后他又拆我的船厂，你看到没有，出一个章鱼就被他拆了，这潜水艇太多了，赶快在这里出个船厂先抵挡一下，能扛多久扛多久，对吧？然后他这个又来的三四个导弹船，我们用基洛夫去炸他啊，他没有防空，用基洛夫去炸他的导弹船，然后这个船厂呢又被他拆掉了，现在受不了了，直接飞过来，哎，飞过来套上铁木直接打基地，因为这个对手呢他只造了一个维修厂，直接打掉基地，打掉高科技，让他造不了导弹船，高科技一定要打掉啊，然后再打掉兵连，再拐过来打他的维修厂，他就一个维修厂直接干掉他，哎，干掉维修厂他造不了基地的，对吧？也造不了导弹船了，因为他没有高科技。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基洛夫去炸他的导弹船啊，他没有防空船，哎，基洛夫过去，而且这个桥呢被他打断了，他暂时冲不过来，对吧？而且他冲过来的话，等他冲过来修了桥冲过来，我的铁木都好了，这铁木倒计时比较快，
你看他现在没有兵营了吧？哦，好像还有一个兵营啊，但是那个桥断了，他一时半会进不来。等他过来，我的铁木都好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现在就想用海军打我。你看他一直想用海军打我，用海军打我进不来，对吧？你现在这个导弹船造不了了，你就这五艘导弹船，你这五艘导弹船肯定是炸不进来。我这么多防空，然后超时空好了，直接传他的坦克砸他的导弹船。他导弹船分散开来了，砸一艘是一艘，对吧？哎，直接把他导弹船砸掉。然后我们这个铁木好的呢就不要用了，铁木呢用来防守，万一他出了个漏人修桥的话，我们有铁木他冲不进来，对吧？我这个门口啊还有一个地堡啊，那个地堡比较厉害，还有这么多辐射兵，那个地堡里面都是进了很多很多的三星动员兵了。然后这个对手呢只能用导弹船炸，对吧？哎，导弹船炸进不来呀，我这么多防空根本不用动啊，这防空不要动他打不进来。然后他现在坦克也不多啊，这个坦克刚才被我丢掉了九个，丢掉了九个，就那几个坦克，对吧？而且我有铁木在手，把坦克摆好队形了，哎，摆好队形，万一他冲进来我们就套铁木。然后呢我们再造一点这个小碉堡啊，哎，你不是喜欢断桥，对吧？现在你没有基地了，我就不着急了，我也防守等你来，你不来了我就在家里摆一排小地堡，这一排小地堡进满这个动员兵，对吧？这个大地堡配合小地堡，还有坦克，还有铁布，你怎么冲进来？多招一点啊，招点小地堡。然后超时空好了，又传到了坦克砸他的导弹船，看到没有？他这个导弹船呢，砸死一个他就少了一个，他不能造了，因为他没有高科技，现在只剩下四个导弹船了。然后他把坦克全部分散开来，怕被我丢到水里面去了。现在你分散开来没有用啊，你等，对吧？你等我的坦克多了，等一下我又超时空飞过去把他三个重工干掉，把他几个重工干掉，等一下他坦克都出不了，他马上就守不住了啊！你不急我更不急，耗下去时间只对我有利啊，对他没利，他不冲他就更没有机会。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牛卡住了，你看卡了一个 bug， 这个牛车动不了，估计被这个电线杆卡住了，对吧？我们打掉这个电线杆，然后把牛车拖出来，但是这个牛车拖不动，你看卡在悬崖上面出不来了，这是一个 bug 啊！你看这牛车动不了，踩满了矿动不了。然后我们这个坦克数量呢，你看慢慢慢慢的又多起来，对吧？现在差不多快有二十个坦克了，坦克多的话我们就可以超时空飞出去了啊，坦克多可以飞个九个出去，留个九个在家里防守，然后我们超时空直接飞过来。你看他还造气垫船想抢滩登陆，我们直接飞过来，飞过来铁木一套直接打掉核电厂，哎，核电厂砰的一声一炸，炸掉两个重工，再把他兵营打掉，打掉兵营，这个时候他想修桥他都修不了，没有兵营出不了漏人，对吧？再把他两个重工给他堵掉，哎，你冲不冲？你再不冲就没机会了。这下哦，这个桥给他修好了，给他修好了，我们就不要打断了，因为他没有兵营了，再打断他就修不了桥了，我们等他来，对吧？享受一下，现在他坦克非常多啊，非常多，不用慌，我们有很多小地堡，还有很多辐射兵。然后这个对手呢就想装一点辐射兵过来，你看他在装辐射，对吧？他想用辐射烫我这个防空车，因为他也是一大个，他这个辐射只要把我防空车一烫，这个导弹船炸掉我的地堡，他的坦克就可以进来了。你看他就是怕我这个地堡，对吧？先把我的防空赶走，他的导弹船炸地堡，但是你有辐射我也有辐射，哎，裤子一脱我这十来个辐射一烫，你看他坦克冒烟了，坦克冒烟了以后呢，我们走过来烫他的防空，然后他的辐射过来，我这个防空呢只能往后面走啊。但是往后面走你导弹船也炸不进来呀，我躲到这个后面，然后我架一个防空炮，你看你辐射一蹲把你的导弹船都给烫伤了，然后我们造个蜘蛛咬死辐射，辐射兵往前面走再烫他的坦克，哎，一蹲站起来走两步再一蹲，你看坦克全部冒烟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对手受不了了，再不冲就被我活活耗死了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冲。然后我们铁木准备好等他来，他坦克全部冒烟了，你冲不冲？再不冲我的铁木就要好了啊，直接一套，你冲过来再把你的坦克传过去砸死导弹船，冲进来全军覆没，这个对手就守不住了，直接受不了投降，对吧？
这个对手呢打到后面他肯定是冲不进来啊。其实他唯一有机会的时候呢，就是我那个坦克传过去打他基地的时候，把他基地打掉了以后呢，他就要果断的冲进来啊。他那个时候没有冲，错过那个战机，过了个一两分钟我铁木好了他就冲不进来了，对吧？只有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机会能冲进来啊，但是他没有把握住，对吧？